考那么差呢？对不起啊，爸爸，我已经全心全力了。嗯，没有关系哦，应该是方法不对，我们继续加油努力哈、哦。好，把它考好。嗯，谢谢爸爸。乖。可以吗？不行，太久。哎呀！好，四、三、二。这次考得很不好哦。对不起了，爸爸，我已经全心全力了。好了，没关系啊，下次啊、哦，继续努力加油。知道了，爸爸，谢谢爸爸原谅我，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的。好棒，考好了再买礼物送给你。笑得真好。啊，是猜谁了？人眼睛筒。四、三、二。妹妹啊，干嘛？先把东西收一收，再听音乐吧。哎呦，不要了，我等一下再收啦。很乱，你先收好了再听音乐。不要。那不听话哦。干嘛听你的？好吧。我才不要，你很烦啊。什么？我烦？赶快收。我才不要，出去啦。你先收好，我生气了哦。你生气呀、啊？你敢？我生气了。好来看。来六五四三二。爸爸这题教我。哦，好，来，我看哈。这一题。哦，这个是相反词啊。哦，相反词。啊、哦，我跟你讲哈，就是每个意思都是不一样。你看，容易，它相反是什么？困难。对，好、哦，你看这边胆小，相反是。大胆。对，大胆。大胆。大胆。高兴什么？伤心。对，好、哦。然后还有些同音字，但是写法不行。你手怎么有病呢、啊？你为了对啊，你们这两个可以面对。要高兴一点哦。来六五，来随便跳，跳高越嗨越好。来，开始了。爸爸要故意跳的很笨，那怎么？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啊，再重开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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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再一次。三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来。这样子跳，爸爸不对啦。这样子。你都到了。